家好，我是一年人班的张晨曦，我要介绍我的寒假生活。第一个是我吃到最美味的食物是汉堡糖。自己吃，然后这些是水果软糖，很好吃。最后是地小糖，这些糖果全部吃完，可以变成便当盒，而且糖果很好吃。接下来是第二个，是我得到的礼物是独角仙，还有我的乐高机器人。独角仙它的头可以往上，可以把东西弄飞，这么厉害。然后它的脚有六只，哇，好厉害。机器人是乐高旋风忍者的，它可以把坏人打飞。哇，你的礼物好棒哦。我拜访了济公还有贝公，他们跟我一起吃年夜饭，而且是在爸爸还有妈妈结婚的地方，很漂亮。还有谁呀？我看照片上有好多人哦。还有金伯，还有外婆贝伯，我贝伯跟奶奶爷爷爸爸妈妈。那那个餐厅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冰淇淋。那你有上台玩游戏吗？有。什么游戏？大风吹。那你有赢了吗？对，升到第三名的游戏。这么厉害呀、哦！最后一个是我做的最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昨天和妈妈的朋友和小孩一起去放烟火，我们有玩炸弹陀螺，它发射得很快，然后我们把仙女棒放在地板让火自己走，然后还用手去取暖了。为什么要取暖？因为天气很冷。你们在哪里放烟火啊？华中桥下。华中桥下。真的哦，那你们还有放什么烟火？还有放会飞到天上的烟火。漂亮吗？很漂亮。